我姑娘长得可好看了，你们可别吓着她。你放心吧，放心吧姐。你姑娘多大了？还穿尿不湿呢，能有多大？来，再给你们加200块钱，顺手把那尿不湿给我扔了。我们是你雇的保洁，不是保姆，这活干不了。来来来，再给你拿50，听话，拿钱买套防护服。干吧干吧，200呢？大姑娘，起床了。来了来了，起了当害，瞎不吃的一点眼力劲都没有。姐。我叫的保洁啊，他还给我叫保洁了啊。对了，他说让给你屋好好收拾收拾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们。
小伙子，以后每个月来一次收拾卫生，完了钱我给啊。行行行行。